我这些年一桶经历了不少事儿。下午再钓。下午的收获啊，太伤人了。毫无保留的把心放出去，把那个就害怕有一天，这个里面还有一个人疗伤。这箱子里面还有。有些事儿，有些人，你放得下你放。小米诺啊，回鱼一尾，放不下也得放。哇，方明明上鱼了，上大鲈鱼了，来露个头看眼角，多大？哇，你 B class。期待小米诺继续上鱼。碗口穿个机要到了啊，猎物那边也上了啊，猎物小米诺。我这些年。